你到底要不要来啊？我们今天要集训，就不去你庆生会了。你平常练习练到三更半就算了，今天我生日耶，你连我生日都不出现是怎样啊？对不起嘛，我改天再帮你补过庆生好不好？好啊，你都不要来啊。嗯，就不是你想的那样呗。啦啦队对系上对学校都很重要啊。如果你今天不出现，我们就分手吧。你干嘛这样？喂喂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这个礼拜六要不要回来啊？妈妈有特别叮咛哦，要准备你回来要吃好吃的菜哦。啊？你要练什么？练啦啦队哦。不要太累了，记住哦，那个考试也快到了，边练也不要忘记读书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上上，动作大一点，加油。慢慢蹲下来，好，很好，大家要准备出来咯，对，好，出来，辛苦了，休息五分钟，等一下继续哦，动作再大一点，小心哦，慢慢来，对对对，最后的 ending pose 再一次。这个就是女儿他们啦啦队的表演哦，哎，很精彩。是你们庆功宴哈、哦，好了，你们去，但是不要忘记哦，那个下礼拜还是要回来哦。这样子啊，我们还是很想念你啊。那你有空还是多联络啊，妈妈也希望你打电话多联络。OK OK。哎，女儿啊，就是长大了，真的是很高兴。但是呢，也真的很忙。